三百三百个的，这些片，主要的，哎呢，吃完汤都连给的，这一年没长几米了，要的。伢伢地那里，你看啥子？看些喇叭不就，religious什么的，但是去路了，对面原给的，蛮些的，还是，这个吃起嘛，这个说，但说是，点着土呀，什么点着什么的，但是，人民，人民在那那是那个，蛮些的，那地方的，新上坡什么的，他。 那的名单是新，他都是看了我的，嗯，我到亚市上山的时候，人家给啊，叫我就不念这些药嘞。那的呢，也来就养，这，他不生气，他说，嗯，嗯，小王讲的对不起，冬眼，冬眼来吃那个，他看到是，空房头的你点的，那的他不开了那个这药嘞，那的呢。 带来点土的，像就是说，俺们这些鲜片，让别他说的，让的，乐当什么的，他让的乐当什么的，他，俺们这，他讲他鲜甜不稀缺，他讲他，哎呢，让个团大的，让点主要的，鲜甜主要的这些，让点主要的凑拢得了，哎，他讲他是鲜甜主要的，让点主要凑拢这些，他让点不稀中间，他当然就。 才他的怎么样吧？嗯，但，当然就吃了个青蛙汤这些，现在不吃主要的，糖都来了。但他把那说法，当然就刚说的，因为刚说的，他这，那什么也不是啊，这个的做起来比较新鲜，那现在不行，主要刚说的，做起来这点也，那现在干啥？不要，老人都不是这点，那忙不下来，对不对？这点大的。 这张地主要的，我们都讲不清多米都啥的，主要的呗，我讲不清啥的话。但现在俺说讲，我那讲到多米都啥的，我到俺那呀，没几多米都缺少是个嘛的。俺说上到这，把卡其他讲讲，恐怕印度啥的，都把就没有不是多米都就缺少是个说的，哎，像南西的，听见嘛的？他都在俺说就讲不清多米都啥，说说了，说说了也上不当去，做，他说说。 我都没讲说，但是现在谈不说是什么当然对不对？原来这，天天老人家不吃这些米呢，啊，但人家人心，甚至他们些，天天就过冬天讲的，得了脚腿病，但是脚疼，无缘心，路都没得，什么当官的，还给就不晓得啥子。所以在这里问到说有没有一个救护者的时候呢，其实这个问题呢，它有一些复杂，有一些。 比较大，比较复杂，因为什么呢？我们说世界上很多的人不同，譬如说有许多的人呢，他只想到的是他自己，总是呢是自私自利，想要自己得到快乐，甚至呢不惜为了利益自己而伤害别人，自赞毁他等等。我们看到社会上有很多很多世界上很多这样的人。 那还有一类型的人呢，他具备这种善心跟热忱，他愿意奉献，愿意利益他人，那这样的人也是很多的。那还有一些人呢，他是某些可能是宗教的一些信徒们，所以他们心中想要的是什么？他们是想要得到的是投身到天界，或者说投身到善道去。 那还有一些人呢，他是想要的是得到解脱，自己得到解脱，得到一种极尽离开痛苦的解脱。那再更一些人呢，他是想要利他的。那这些人呢，他是完全的舍己为人，他将所有想到自己的，只要是为了自己的这一切呢，他都把它换成了是利益他人，而且不仅是今生利益众生而已，他多生多世他都不忘记这个利益他人的这样一件事，所以他完全把。 像是之前的有些人是只想利益自己的，或者想投身天界的这样自私的自利的心呢，他完全都丢掉了，他完全是想要利益众生这样的人也是很多的。所以你看到这么多不同类型的人，我们谈到救护者的时候呢，的确不容易说。那同样，当我们在听到说这个问题，我们很多时候一想说找救护者，你马上就会想说，诶，是要去外面找某个人，某个在外在的这样的一个人哦。 但其实，当我们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找一个救护者、皈依者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应该向内来看看自己。其实，慢慢的，你自己能够成为自己的救护者，同时呢，接着你进一步，你能够成为众生的救护者。这样跟咱啥的，我那也真的就是，东岸那叫呗，尽管那叫是多么的，啥么事都当了。
你的这些钱外人还是把你这样对着你自己的钱但还是这扩求贵是蒙不多啊扩亚的国亚蒙不多啊那边这样子就把这密码起来了把这没办法的嘛无语没办法的嘛都规矩的把这密码藏过来把这摸着当爸爸自古也不差现在还是爸爸面前的时候爸爸爸的这家这个就大大行动现在把这古也不差今天就是呢当爸爸的摸着的时候那我自己跟人说那么做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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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做什这样刚才我说的这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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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等给你得那些别可怀疑那多少少这么多啊当年的门槛几高啊特别这你把咋着你把差不清楚嘛不就那但门槛确实高多些亚麻的季节的你看这上不当了那当上多少少的难搞多少少的不是免不了那你这些他这里啊这里别这里就算了但我说没理啊我第一步要的第一步就算了主要家伙的昆剧也把他按大男性刚说的的社区也把基本品格要买的那做的呀让王姑要的托当姑要的这大半的这个说的找你让王的按托当先就算了他找你托当的按大男性就不免了托当就不免了但是这个问题是你刚吐色的了呀呗你这用没用三个被上上楼的这个图是练的这就算大萝卜青年镜那样被这个看出来来了我们多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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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出来的金币金币就错过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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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今天要准备这个练就算了但我说没去去这个去他说他没啥的然后去我说特别越不影响路里就越不影响他这没准没准是给他这去的这多少钱是吧那这个喷出去就让我吃下去的他一来就吞住怎么另一个套了呀那刚才没没准没呢那这吞住几天了不差的话呢我那天那个团结打过的怎么那个团结打过的话是团结的就认识那那么就解药嘛特别的那个老师他自己他现在他是最没有忘了的呢谁是要的咱们也请不了忙不起那马上就社区党通就这社区党困就地区起来了别去当起甚至忙不起他说东西拿了去第二遍他说的那么几千把这什么人性的全部没吧人中的别全部没吧但我说没一切东岸的算上可是有个人王的第一最廉钱的或者两关的就请你速度那早把感谢就要的早把感谢但他下面上给早把感谢就要的因为下面上给他感谢什么都要嘛他下上给你到哪里因为下面上给你在他说的他的不是对呀这个要嘛了他哎当然这些这些讲话现在他不是对呀这没了他的那边这个现在就算了他本来这加起来就困长长了就这么大那当然是吞住三个的这不里的身边难道就吞住三个其他这个的他们一般这身边吃什么不要的哎苦有个难了里面跟他这加起来苦有点样呗刚才这创业也人心一点等着这印度山你给你大概多少钱难怪人家的身边他们就实现他的推荐给你速度是吧你推荐给你速度三百两我当了而且干了好多吧
这银白银在提军在带呢，俺阿叔提过钱呗。这身边他们就吃过了，你吃过了啥的？哎，俺上不来的就，他说的全部写的，全让给的就全部支付了就。他说这身边他们就来就上这就，他说的，啊那，就要了吧？他说的全部都写的，什么全部都是两个全部都记。现在没我有你就团了，刚爱拆的也不去，东爱拆的也不去。这里就啥呢？身体紧的，宽呢，他也特别身体人人的马前呢，他们得了身体这个钱给你个嘛呢？身体人人的马前呢？啊，那么这年纪前头吃就什么生意的，不然俺说难不得了，人家都话他，当年这这当年记录的吃，啊这三个生意吃就什么生意，那么生意开始就提出几千多来，是不是？俺说说今年我们那的大概点点，那你那句多话。这个没办法就苦练去他上面苦练去他真的就身体长毛了真的就东西给拿得不起那他给小男性别呢摩托捐刷呢捐刷刷呢摩托根本的练习所用过来跟别的捐刷刷跟别的根本的练习所用过来地位的时候就在这哎呀就绿的那些穷兵的面干净的就用过来但因为呢你看他给小男性人别人别干了靠都靠都走多他身体是哪地方开始啊？就土著地方开始啊。他土著的厂子，哎，俺说钓的东莞面的叫特鲜面，就是啥？哎，那边别的，逮不起了呀，逮水钓不下了，逮不起了没啥东西了，逮不起土当剩下的那用多。啊，嗯，那你到哪地去嘞？那地地上面我当过了，就是啥？那就是啥呢？地军在带呢，身体继续继续在那个努继续呗，他看他。力度的，那开车不一般。这里呀，根本的数据要嘛，但这里呀，别看说的多少钱给。那我讲，你说根本的几十多，他的毛主席说了，毛主席根本的要的，甚至这里呀，力度从那这里呀，从哪起点给？他根本的这多啊，加上俺做提过钱不是啥的，他别甚至这力度里呀，从哪起点给？根本的数据多，这捐献少呢。第二边的村里的前面给这个民族，这村里的力度差么子一边呢？这里啊就糖都烂去他什么糖都烂了这样就拿不起来推下去你知道他就够要的这里就提军在带呢当然就这个吧飘飘入住给杀他去的面道告诉他面道就要被信任都告诉他当年是不是他们这个让个人给他们就像小事是啊他吃的我就养了养都被提成大的上了当这里是老外军政给他吃多是吧？叔叔个对呢，这面康做过来的，就自己要了吧？他是面康做的，有几码了吧？的，是吧？他是为出来当的，有几码了吧？面康做过来的，就自己要了。这是俺做的呀，这生前他这天都忙了比较多的嘞，就自己地主的，你说全部就土地要了嘛？到那都啊，几不叫了？是生前他们这些都啥呢？上上去，用多少的？是不是当然说，但就叔叔就一。就一日就没有，就是俺身边他们家的这个老百姓就是啥呢？得全部了吃去呗，上班就全部的这个这，他说的，你跟咱来说的，那这里就大喊大。所以讲到这里救护的时候呢，冯他就想到说一些情况，譬如说我们现在在21世纪的时候，你看到现在的人呢，很多人都需要东西很多，其实上可能他不需要这么多东西，但是呢他都希望有这样的东西，譬如说要有一个车子，要有一个摩托车等等。那你会看到有的人就算他没有这个摩托车，但是他还希望说家里贴一个摩托车的一个照片，他都觉得很好。总之呢，讲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车子也好，电脑也好，它坏了，或者车子说坏了，或者没有油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说有一个地方可以救助它，可以修理它，比如说修它的轮胎或者加一些油。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很多的东西它坏了，你都很自然能够找到一个能够修理它或者一个救护它的这样一个地方或者一个单位等等。接着呢，又想到说我们自己的身体生病的时候，那个相对的情况就跟去修车厂比起来，医院呢相对的就少一些了，而且更不太容易了。譬如说你没有办法说我生病马上就去某个医院，你可能之前就要对这个医院有一个了解，它在哪里才能够去。甚至再想的多一点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众生呢，不仅想要离苦得乐，就是说想要吃得饱或者有衣服穿，不仅是这样子，有的时候我们还要更多的，我们要有自由，要有人权，或者要有妇女的权利等等。但是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一个救护我们的人，所以的确有一些组织，但是这些组织呢也并不是很多。那有的时候你看联合国它能够起到的一些作用呢，也只有一点点，只有一些些行动而已。那无论如何呢，人他是有计划有智慧的，他也总是想得出一些办法。但接着呢，我们想到说动物，其实呢在这个地球之前，最早呢比人之前是动物，可以说世间呢是属于这个动物界的。但是我们现在人类呢却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比如说甚至只是为了自己的口腹之欲或者为了玩乐，而我们杀非常多的这些的动物，所以造成他们非常大的一个痛苦。这并不是自然发生的，都是人为的。所以说我们也应该想一想，不仅是人，这些动物他们有没有救护者，有没有人在关心他们。的确现在有一些素食的组织，但是其实你看看世界上吃素的人并不多的。总之我们的心还可以再放大，你还可以再想，其实我们人类也好，动物也好，人类只是所有的物种当中那么一点点而已，从那么一个小部分而已。所以从整个大环境，整个自然界来看，所以放大心量来想的时候，到底众生的护主，众生的救护者是谁呢？这就让我们想到说，在大乘，我们大乘常常会说我要利益无量的众生，但许多时候只是好像在说大话，好像为了众生，为了自然界。但其实我们应该做的是实际的，就像刚刚你要想到说每一个众生他会有的这些苦。所以有一句话这里提到说，如果你没有办法让一个两个利益，一个两个众生出离痛苦，你就无法让所有的众生出离痛苦。所以所有众生有的时候只是空话，你是真正要实际的去一个一个众生的去思维他们的苦，帮助他们。但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说啊，这就是佛菩萨在嘛，上师们在嘛，这是他们的事情，自己不用做什么，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真正必须要承担这个利益众生的事情，而它并不像是之前的修车厂也好，或者修电脑那般的容易哦，或者你说看上成为一个医院救护生病，也这个也都稍微再难一点。那甚至现在世界上你真的在看多少的这些动物，他们有的时候被这种集体的屠杀，真的你要想说到底谁能够救护他们。那你会看到之前谈到有修车厂，有医院，有很多组织在帮助我们救护我们某个团体，某个人群，某个动物，但是救助所有众生的是谁呢？或许我们自己就该成为那个救护众生的这个组织，这个公司，或许你应该要这样子的发愿来利益他们。这不是在谈到说今生来世的问题，而是真正你对生活中你面对每一个众生的苦的时候，你都能够去面对他，帮助他，利益每一个这个众生。就好像龙树菩萨他曾经说发愿，他的发愿文说就希望我们成为大地，成为水，成为树木等等，能够成为一切众生的医护，满足一切众生的愿。就好像我们的心是非常大，如同大地一般，大地它不会分什么人是好，什么人是不好的，它是平等的来利益，满足一切众生的愿望。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发愿，要不然的话很多时候一想到利益一切众生，就变得好像你只是在安慰自己，满足自己的一种发愿而已。事实上你所谓要利益众生的时候，是要想到每一个众生他实际的痛苦，真正去利益他们。Сыном Диедом, Чезы Бани, Домно Небенжаном, Бомзе Дедника, Носим Баванжупа, Себе Золенжова, Жоен, Жамбен, Павой, Жедра, Жембон, Кундо, Зомбон, Деян, Дежин, Деда, Кунжен, Жесон, Далоджен, Геван, Деда, Дамже, Родон, Ой, Сонжен, Козой, Небе, Жилов, Дон, Жене, Менжро, Дембе, Жен, Геде, Межен, Дебе, Жен, Лавже, Жедра, Мова, Мулан, Жо, Барай, Жо, Ин, Шанжо, Сэмжо, Римбо, Жен, Мазе, Панам, Джежро, Чебай, Нямбам, Мебай,
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南投分会岁末除夕特举办观音感恩法会，恭送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佛前大供、点灯供水、护身法会，恭请常住法师领众。日期112年1月21日星期六，农历12月30日，时间上午10点开始。点灯祈愿，恭送普门品、佛前大供、五斋感恩蔬食联谊参会，地点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南投分会，地址南投县草屯镇中正路254号-86-4，电话南投分会049-256-1321，049-256-1321，草屯分会049-2315-999，049-2315-999。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供佛斋天净护法，前辈香花酥陀果，祈愿佛法永兴隆，法界众生皆安乐。新春供佛斋天祈福法会，恭请慧泰法师及法务指导法师共同领众。日期2月1日星期三，大年十一，时间上午9点开始，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宜兰大悲观音道场，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疫情期间参与共修，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祈托缘起，普度今生。
谁好品德，帮助众亲眷，心为无瑕疵，是为最吉祥，写信是禁止，接下来请收看善知识法语。良好的修行是要非常诚恳地问自己，我是为什么而生的。每天早上、中午、晚上都要好好问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们的生和死是同一件事，不能由此而无比。可笑的是，面对死亡，人们是如何的伤心悲痛，对于出生却是何等欢欣快乐，这是愚痴的。我认为，如果你真的要哭，最好是在一个人出生的时候哭，为根源而哭，因为如果没有生，就不会有死。这点你能了解吗？
是紧紧地挨着呼吸的。身体呼吸，诸行和合事物有为法，都不属于我们，他们会随顺自己的自然法则，我们对身体的现象一点办法也没有。我们可以使它漂亮一点，暂时看起来动人且洁净，如同抹口红、留纤长指甲的少女一样。可是一旦上了年纪时，任何人都一样，这就是身体的现象，我们无法使它做任何改变，但是我们所能提升和美化的就是这颗心。有些人从出生到死亡，从来没有一次觉察到自己的呼吸在他们的身体里进出，他们活得跟自己如此的遥远。你说你太忙，没时间禅坐，那你有时间呼吸吗？禅坐就是你的呼吸，为什么你有时间呼吸而没时间禅坐呢？呼吸对人们的生命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是法的修习对你的生命而言非常重要的话，那么你就会觉得呼吸和修习法是同等重要的。什么是法？无一不是。首先，你会以你的思想来理解法。如果你开始了解法，就会去实践法。如果你实践法，就会开始见到法。而当你见到法时，你就是法了。而且你已拥有佛陀的喜悦。如果你正念的话，一切都会是法的。当我们看到动物在逃避危险时，我们会了解，其实它们就跟我们一样，也会懂得逃避痛苦，寻求快乐。它们也会恐惧，它们对生命的恐惧就跟我们的一样。一旦我们如实来看时，我们会了解，其实所有的生物跟我们并无两样，我们同是生、老、病和死的朋友。
只有一部书值得一读，那就是心。心原本是平静的，一离开这个平静，焦虑和烦恼便会立即升起。如果我们能测见和了知这个烦恼，那么心便能再次恢复平静。佛教是心的宗教，如此而已。为了增长心而修行的人，就是修习佛法的人。用你的心来听闻佛法，而不是用你的耳朵。佛陀说，无论他人有多善良或多邪恶，都只管衡量自己，而别去评论他人。佛陀仅是指点出方法，他说，真理就是如此。当下，我们的心是否也是如此？无常，如果你明白一切事物都是无常时，你的思想就会逐渐地释怀，你就不需想得太多了。不论任何念头何时升起，你只需说，哦，又来了一个，如此而已。任何忽略无常的言论，绝非圣者的言语。诸行随着他们的自然法则运行，不论我们哭或笑，他们仍旧义无反顾地履行他们的法则。然而，没有任何科学的知识能够阻止这个事物的自然过程。也许你会去牙科看你的牙齿，可是即使整治了他们，他们终究会履行自然的法则。最后，连牙医自己都会有同样的问题，
一切事物终究都会毁坏。善行带来善果，恶行带来恶果。不要期待天神来帮助你，或天使和护法神来保护你，或黄道吉日的协助，这些都不是真的。不要去相信他们，如果你相信他们的话，你就会痛苦，你将永远在期待好日子、好月份、好年头、天使或护法神。如此一来，你只会受苦而已。往你的行为和言语里看，往自己的业里看，为善会带来善，为恶就会带来恶。当你做恶事时，是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躲藏的。就算别人没看见，你势必看得到你自己。即使躲入山洞里，你仍然找得到自己。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让你作恶还可以逃脱。同样的道理，你为何看不到自己的清净呢？你要看到这一切平静、烦扰、解脱、束缚，你们得自己看清这一切。禅坐休息。我到处跑，只为寻找休息禅坐的地方。我并没有觉察到它已经在那儿了，我的心中。所有的禅坐就在当下，你的内心，当下的你内心里就有生、老、病和死的存在。我四处追寻，直到几乎筋疲力竭而死。直到那一刻，当我停下来时，才发觉我一直在寻求的，就在自己的心中。不要去执着禅坐中的幻象和光芒，别随他们一起起落。光芒有什么了不起？我的手电筒就有了，它无法免除我们的苦啊。
在坐禅的时候，对每一个前来的念头说：“这不干我的事。”禅坐是关于心和心的感觉，而不是一件必须追求和挣扎的东西。呼吸在工作时仍然会照常运作，自然自会照料其过程。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觉知，并且向内去清楚地关照。禅坐就是如此。切记，你不是为了得到而禅坐，而是为了舍弃。我们不是以欲望来禅坐，而是以放下。如果你想要任何东西，你永远也找不到的。一旦你了解无我时，那么生命的重担便消失了，你会和世界和平共处。当我们看透自我时，就不会再去执着快乐，而且能真正的快乐。学习以不挣扎来放下，单纯的放下，还原你的本然，没有握持，没有执着，坦然自在。所有的身体都是由地、水、火、风四大元素所组成。当它们聚集而成身体时，我们就称它是女的、男的，并给它命名等等，以便使彼此更容易确认。但事实上，并没有任何人存有，有的只是地、水、火、风而已。所以，别过度兴奋或被它所迷惑。如果你真正地往内仔细看的话，你将找不到任何人存在。Thank you.
平静。什么是平静？什么是烦恼？平静就是烦恼止息。如果你放下一点点，就会拥有些微的平静。如果你放下的很多，就会拥有很多平静。如果你完全放下，你就会拥有完整的平静。不论是旅行或住在一个地方，都要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你是无法在山里或洞穴中找到平静的，即使你走到佛陀觉悟的地方，也无法更接近真理。我们想走一行道，可是如果没有苦，就不会有智慧啊。要等到智慧成熟，你在修行中至少要痛哭三次。实际上，快乐是痛苦的伪装，可是在这种细微的形态里，你看不见它。如果你执着快乐，就如同执着痛苦一样，但是你并没有察觉到。当你执取快乐时，要丢弃它本有的苦性是不可能的。他们是如此的不可分离，因此佛陀教导我们要认识苦，将苦视为快乐里所具有的伤害，视他们为平等的。因此小心，当快乐升起时不要得意忘形，当痛苦升起时不要沮丧，别让自己迷失在其中，视他们同具有同等的价值。
为欲望，所以爱与恨都是苦，欲求是苦，不想要也是苦，纵使你得到你所想要的仍然是苦，因为一旦你拥有它，你便活在怕失去它的恐惧中，在恐惧中，你又如何能快乐地生活呢？护持台湾燃灯功德会，邮政划拨，户名社团法人台湾燃灯功德会，划拨账号50323858，50323858，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202-608，012-001-202-608。有关弘扬佛教教义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供斋、点灯、慈悲施食、药供、烟供。